宫颈炎呢，它这个实际上是还是和女童子的一些，比方说她的生育、分娩，或者她的一些宫腔操作时轮流上环这样一些操作，对宫颈的损伤还是有影响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一般这个剖宫产的女性，比顺产的女性相对来说，她的宫颈就会好一些，看起来就会光滑一些。宫颈炎这个要区别对待，如果是急性宫颈炎啊，急性期炎症的急性期，都是要进行治疗的，是不能同房的，啊。但是如果